我们因为在这条街上一直走哈，我的眼睛就是过敏，就红，不是哭的哈，所以就很刺痒，所以这个正在半路呢，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小在酒吧歇一下，喝一点啤酒，很难受，这眼睛很刺痒，而且很难忍，好像一百个虫子在眼睛里，所以叫着一大杯的啤酒。很苦，不是我要的，那带甜一点。现在窗外就有多少人还在经过，看到没有？很多人。看看这人潮，这是从这个酒吧往外照的，没停，我们进来就十几分钟了，这次比去年的人多得多，非常让人感动。因为进来酒吧的人太多了，所以这位黑人他要把这个停止顾客再进来，所以暂时不让进。哎，刚才休息完了，喝完酒了，紧接着还要继续来，现在已经转过来右边那大弯了，我们的前边就是这个议会大厦了，但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哈，对不起我的眼睛，因为是过敏很难受，但是大家都在唱都在喊，绝对的男女老少都在街上，好在天气还好，然后呢一次一次的声浪就是在前面有的声音之后，然后就传到我们这儿，我们再接着然后呢看到这个
这直升飞机在天空的时候，我们大家拼命的挥手，是这样的。非常遗憾，我现在没有看到警察，真的没有警察。我还是有些担心的，因为我们这个游行还没有举行完嘛，所以还是有些担心。希望我们都安全哈，就是说，肯定就是会有恐怖分子啊，会怎么样，我们都很难说。但是，看上去每个人的心情都挺轻松的，都挺投入的，都在又有阳光了，所以大家走进来的时候还是比较享受这个时间。应该还像上次那样吧，走到最前面，因为它还有一个议会广场，如果你走进了那个议会广场的话呢，就可以有机会，就是说更接近那个这次这个游行的一个终点，所以可以看到更多的，应该有大屏幕之类的，是这样的。大家听到你声音传过来了。这样一个声浪一个声浪的，这样在所有这一段路程，全路程里一直会传来。I'm here, darling。还不能跟家庭走失散了，所以还要跟他们在一起吧。我的眼睛真很惨，很刺眼。这部分彩旗很多，就给大家拍拍。这种树会让我很过敏。又来了，声浪又来了。那个 vote 我说不准就成了 what 了。 what 是 w 开头的，那 vote 选举是 vote。 对不起，我这黄牙，所以呢我刚才开玩笑，我说那要发准音才行。 people's vote now 就是现在，我们要参与选举。 now now 所以那个 what 是 w 是开头的，所以那个 w 跟 v 是不一样嘴型的。 w 是 w， 然后 v 是 v， 所以 what 是这样。顺便给大家讲讲英文哈，我的眼睛啊很惨啊。
Rainbow.